安娜壯，在運動場上衝勁十足的潘柏欣 Aggie， 是國際欖球協會的一級教練，同時是專業欖球球證。 Aggie 在五歲開始打欖球，亦是前香港女子欖球隊代表，廿幾年來經常攬住個波衝鋒陷陣，直至退役轉做教練。熱愛運動的佢積積埋埋好多體能鍛鍊的經驗，今輯做個健康快活人， Aggie 會開一個鬆衣時特訓班俾視障人士同埋領跑員，等佢哋齊齊享受做運動的生活樂趣之餘，鍛鍊出一身健康的體魄。店长的服装店主管 Stanley 一身黑黑实实，皆因他平时好喜欢跑山，还习惯由新界跑到九龙翻工，绝对是毅力过人啊。视障跑手 Alan 大约四十岁的时候，因为患上视网膜色素病变而失去视力，一度意志消沉。2013年他开始练习长跑，成功完成马拉松赛事，跑到自信心都翻晒嚟。上一次咧就教咗你哋核心肌群训练啦，有冇翻去练先？有噶，经过你上次嘅指导之后咧，我就做嘅时候咧就多啲下留意一下自己肌肉情况啦，同埋个平衡做得好唔好咯。平时我都会多啲做一啲嘅下肢嘅 exercise， 其实成日听到人话咧就系嗰个膝头哥唔好过脚趾弓啊咁样。咁其实我听到有好多唔同嘅学说嘅。咁我想即系喺呢方面想执正翻呢个姿势。OK， 咁不如就事不宜遲，即刻做俾我睇睇啱唔啱先啊！好啊，開始 keep 住做啊 ，keep 住糾正你哋啦。一路落嘅時候 ，Alan 個腳趾唔好升起。係。店長試下腳趾弓比力搲實個地下，俾翻個腳弓我。撐開膝頭哥，腳腕唔好喐。Alan 試下挺胸，夾背。大個頭摸壓後。Good。 店长石上嚟嘅时候夹 pat pat 推翻向前 ，good， 好够。想知道大家有咩感觉？点样先啊？你点个提我咧？系夹 pat pat， 同埋要挺翻出啲咧，嗰、那个动作个感觉系 firm 啲嘅。OK， 咁 Alan 咧？我平时做深蹲就唔系咁做嘅，我就落咗之后咧就 hold 住一段可能。一分鐘，跟住就上翻嚟，跟住就先要再做咯，就唔係咁樣上下上下咁做咯。哦、，OK， 咁我想大家而家試下一樣再做，但係 hold 喺個底度。係 ，hold 住，係，成日坐深啲啊！大家坐深啲，坐深啲，試下俾個膝頭哥向前啊！係啦，個人挺直，坐深啲再，俾個膝頭哥向前推，再坐深啲，重心喺腳踭。系 good， 好住。店长试下放松个膊头啊，系，撑开膝头哥，系 good， 好住啊。店长试下坐深啲，推个膝头哥向前，再打开啲个膝头哥，系，唔好夹震。好，起身。而家咧，今次有咩感觉？震个猫喎。哦，你觉得咁震里边，你觉得边个位觉得特别冤啊、酸啊、冇力啊？呢兩個位啊，good， 明白。咁 Alan 咧，呢個位置咯，唔係你唔想落去啊，係因為已經拉扯到好冤。咁我哋而家試下做其他 exercise 會令到咧你一陣會覺得前面鬆咗之後咧，再做翻同一個動作，你會覺得舒服好多。咁而家咧就想大家好似弓箭步咁，將只右腳踏上前先，係啦，踏大步啲，係啦，跟住然後將左腳膝頭哥墊落地下，係啦，企穩啊！可以將隻手擺喺自己盤骨上面，好似盤水咁向後轉、向前轉，係啦，倒水向前先得試下諗下，應該最容易嘅，試喐下先，係啦。但係上身唔好喐喎，淨係轉個盤骨喎，試下去翻中間，轉向後、轉向前，再試下喐下先 ，keep 住喐下先，轉後、轉前。OK， 而家想你轉曬向後，當你轉曬向後之後咧，試下將個 pat pat 向前推。但 hold 住轉住喎，係啦，推向前，你應該 feel 到咧四頭肌啦，前面大髀前面嘅上啲嘅頂啲嘅地方會有拉扯嘅。五、四、三、二、一，好，而家咧，我想你哋咧放鬆，冇再轉向後啦，就咁放鬆，好舒服嘅，直接將個 pat pat 推向前，應該會比頭先推前好多嘅，可以。
就推向前。係啦，今次咧應該會感受到咧係個大髀前面下啲嘅，低啲嘅，四頭肌嘅位置會多少少嘅。係啦，我哋 hold 多五秒啦，四、三、二、一。好，我想你哋而家轉腳。好，一樣，而家將個盤骨轉向後先，跟住揾到咯，轉後推個屁股向前。尤其是右邊嗰邊推向前多少少，係啦，一樣會喺個頂方嘅，係啦，靠腰肌嘅位置多啲嘅 ，hold 住五秒，四、三、二、一，好之後放鬆曬嗰個盤骨，跟住直接推向前，係啦，好放鬆。咁依個動作咧有兩個唔同嘅版本啦，拉嘅嘢已經好唔同噶啦，好可以起身啦。好，咁首先啦，做完啲伸展嘅動作啦，咁我而家想大家咧做翻針蹲嘅測試。咁好簡單啫，就係要你哋同頭先一樣啦，然後就係做十下，試下今次可唔可以比頭先落得低啲啦？啲 form 係要正確嘅，試試佢咯喎。好，開始，兩秒落，兩秒上，係啦，繼續啊，記住啲腳趾 keep 住都要喺地下，係啦，店長就要撐開膝頭哥，上嚟嘅時候推 pat pat 啊，店長。是 good， 好，咁而家試下 holding 喺個底度 hold 耐少少啊，好，落去底，哇，好好啊 ，Ellen 而家成個動作，店長可唔可以再坐深啲，撐開膝頭哥 ，good， 放鬆膊頭，再放鬆多啲，係，挺胸夾背，係，五秒，四，三。二一好起身，好咁做完啦，你有咩感覺嚟哋？我就覺得咧嗰個重心好咗啲，咁重心穩定咗咧，咁個肌肉咧用力咧就少咗，就會舒服啲。深蹲嗰個姿勢咧，我係比以前係更加容易掌握咗。嗯，因為我以前嗰啲我係都係我睇片啊，明白明白明白。咁我成其實唔知自己啱唔啱。嗯，即係佢叫踎低就踎低，起身就起身係啦，咁就叫做咗就做咗，明嘅。咁今日啦就教咗一啲少少嘅 technique 啦，咁就都好 specific， 有啲係 for 你哋啦。第一樣嘢就一定要做正確嘅姿勢 ，OK？ 如果做完正確姿勢，你做十二下到十五下。都冇乜感覺嘅話咧，咁可以試下加多少少重量，係啦，個重量咧會令到你咧，盡量慢慢拉近到都係做翻十二至十五下嘅三至四組，其實已經好夠噶啦，咁就唔需要用一百下喺度磨啲時間。咁記住咧，翻去就要隔日做，係啦，就唔好日日做，因為跑步都要休息啦。咁你肌肉都要休息嘅，記住啦。咁就記住 keep 住做。OK， 冇問題。1604、1410呢啲神秘数字你有冇听过呢？其实呢啲数字都是代表住近期好流行嘅断食方法。今集节食要小心，有我同拍档注册营养师 Anson 同大家拆解一下呢啲数字。Hello Anson。Hello Lily。嗱，近期咧就成日听人讲话断食啦，我自己咧真系未试过啦，因为咧无论几多点，我肚饿咧都一定要食嘢嘅。近排咧听得最多就系1608啦，其实系咩嚟嘅呢？168啊，咁其實頭先你講嗰扎數字咧，就係代表緊咧，一日24小時入邊咧，幾多個鐘頭可以食嘢，幾多個鐘頭唔可以食嘢啦。咁如果最常聽嘅168咧，就係講緊咧16小時都冇得食嘢，淨係得8小時可以食。咁佢呢個咧就講緊咧8小時入邊咧就冇限制嘅喎，咁就即係我食咩都得你嘅意思。係啦，食咩都得啦，同埋食幾多都得。食幾多都得。係喎。咦？如果係咁樣嘅方法，其實係咪真係可以有效減到重咧？其實就真係要好睇翻嗰個人究竟係食咗幾多嘢咯，嗰8小時。其實減唔減重咧，即係。最簡單講，其實都係睇翻我哋嗰個熱量、個卡路里嘅收支平唔平衡啫嘛。如果你嗰8小時入邊
都係食超出咗身體所需嘅卡路里，其實都係會肥咯，都係減唔到咯。係咪一定要話嗰八個鐘入邊食曬咧？其實又未必咯。總之整體都係少過身體所需，其實都可以咯。咦？咁其實聽你咁講，這個斷食法未必其實真係咁有效，可以控制到體重喎。其實真係唔擔保係會有減重嘅效果咯。係啊。咁另外一啲數字又代表啲乜嘢咧？除咗一六八之外？一六八就最常聽啦。頭先你有講嘅一四一零，咁其實14+10又係24，即係一日24個鐘。咁呢個就係14個鐘頭唔食嘢，10個鐘頭食嘢啦。咁即係相對好似舒服過一六八少少嘅，因為唔食嘢嘅少咗兩個鐘啦，兩個鐘啫。咁跟住另外頭先做咩話？最辛苦應該係204咯，應該係20個鐘頭唔食嘢，4個鐘頭食嘢啊嘛，係咪？係啊，真係聽到都辛苦。我一定做唔到呢個真係。係啊，真係做唔到啊，真係。同埋咧，要好睇翻每個人嗰個生活習慣同埋個體質啊，即特別係咧，如果係糖尿病人士啦，或者即係就算一般人嚟講，咁長時間唔食嘢咧，都好容易係會血糖過低嘅情況會出現咯。咁哇，成16個鐘、14個鐘、20個鐘，好大機會嗰啲鐘數其實係喺我哋翻緊學啊，或者翻緊工嗰啲時間嘅喎。咁其實係好影響我哋個集中能力啊、專注力啊、工作表現、學習表現嘅喎。其實你講起呢樣嘢咧，我自己都有啲體會，就係、是、咧，我未試過斷食啦，但可能有時朝頭早太趕時間冇食早餐咧，我都已經覺得有啲暈咯。所以我係想像唔到啲人點解可以隔咁多個鐘頭唔食嘢。係啊係啊，我有啲 friend 都試過即係呢啲斷食法咧，又係咧。一早起咗身啦，但係咧就點都要等到咧，等到，因為未夠鐘係咪？係啦，佢就好似 set 咗俾自己咧，11點定12點先至開始嗰八個鐘頭咯。咁明明一早起咗身，但係又隔咗成要等成4-5個鐘先食嘢，其實見到佢哋咧係好辛苦咯。我有朋友咧係都好極端，佢係做緊一六八啦，再要係戒咗澱粉質咯，跟住佢同我講成日都覺得好敏感啊，好頭暈咯，就係。仲有冇做啊？佢應該仲做緊，但係佢真係瘦咗好多。但係即係我又會覺得會唔會其實影響到佢健康啦？又或者可能當佢唔再一六八或者戒澱粉質嘅時候，其實會唔會反彈咧個體重？其實短期內咧，總之一食少過身體所需咧，理論上就點都會瘦嘅啦，點都會磅數會跌嘅。但係我哋話要 keep fit 要減肥，除咗話數字上個磅數上係少咗，其實最終嘅目的我哋都係想健健康康嘅嘛。其實即係長期咁樣去做咧，真係好大機會。身體的營養素會不足夠啦，然之後長遠會影響其他嘢咯，譬如係骨質疏鬆風險啊、貧血風險啊咁樣，或者一六八又好，或者先再極端啲204係真係好極端，得嗰四個鐘頭食嘢，我真係好難相信一個人可以嗰四個鐘頭日日都食得夠纖維咯，咁。短期內嘅話，就腸道健康啊、排便嘅狀況啊，其實都好容易會有影響到咯。邊啲人士咧係唔適合咁樣做嘅咧？最嚴重要小心嘅就係糖尿病人士啦。咁因為佢哋即係有機會可能醫生係又要佢哋食降血糖藥啦，或者甚至乎要打胰島素針啦。跟住已經係撳緊低啲血糖啦，再咁樣做嘅時候咧。嗰啲鐘數咁長時間唔食嘢咧，血糖真係好容易就會好低啦。咁可以有生命危險啦呢一個。另外咧就係一啲發緊育嘅小朋友啦、青少年啦，你知好多嚇初中都已經嗌住要。係啊，我都聽到，即係而家好多女仔咧，即係可能中學啦，只係都仲喺一個發育嘅階段咧，就成日都話要減肥喎。錯曬個觀念，明明都唔肥。即係嗰個斷食時間咧，都未必真係最重要，反而可能係睇你食啲乜嘢更加重要咯。啱啊啱啊，最理想當然係兩個都兼顧嘅，即係個時間同埋個食物選擇。咁但係真係要我排嘅話，會排食物選擇同埋個量行先咯，真係。我又想問咧，其實唔同時間食嘢咧，會唔會對個吸收程度唔同咧？即係例如啲人成日話食宵夜容易肥，係咪真嘅咧？其實講到尾肥唔肥都係睇翻。整日整體嗰個總卡路里攝取啦，係啦。咁你話夜晚宵夜即係好近瞓覺食嘢啦，咁
同樣都是個一碗飯，咁朝頭早食同夜晚食咧，落到身體咧，最終其實都係咁多卡路里嘅啫。咁但係你話營養角度或者健康角度咧，的確都唔太建議話好近夜晚食嘅。咁唔係話佢即係琴及時消化到啊，即係佢最終佢都會消化到嘅。係講緊驚我哋食完好快就走去瞓咧，就加深咗加速咗咧，長遠呢個胃酸倒流啊嗰啲情況啊，咁就係對身體冇咁好咯。咁其實咧，我自己都好中意咧，好夜啦，臨瞓之前食嘢。但係我係覺得可能對體重真係唔係好大關係。不過聽完你咁講，你話有機會增加胃酸倒流，我都要即係留心一下。係。我想知道啦，如果有朋友就真係要做168啦，你可唔可以咧俾一個餐單建議佢咧？其實就首先要留意翻全日整體個卡路里，即係要適量啦，唔好話搏命咁樣食啦。咁呢個其一啦。其二咧就係因為容易咧會食得唔夠呢個鈣質、鐵質同埋纖維啊，咁呢三方面咧都要特別留意啲咯。咁鈣質就每日都留意一下有冇食得夠奶或者奶製品啦。咁每日都起碼一至兩份啦，即係一至兩杯啦。咁另外鐵質咁啊，要有時揀下紅肉啊，有時又揀下一啲深綠色蔬菜啊等等啦。咁纖維就唔好淨係掛住食肉啊嗰啲，雖然蛋白質都好重要，咁但係都要留意翻有冇食到足夠嘅蔬果啊、全谷物咁樣咯，最主要。咁不過即係真係要評估過自己身體狀況咧，先至去考慮進行呢件事就比較好啦。咁其實咧，我哋都講咗好多斷食法嘅嘢，到底你覺得斷食法最好有啲咩好處咧，或者壞處係乜嘢咧？好處可能真係短期內會見到個成效，可能都有啲效果嘅。咁佢可能會keep 住去做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帶嚟個唔好處，就係可能會長期咗落去做啦。但係其實咧睇翻我啲客人或者身邊啲朋友咧，其實都唔係話可以堅持得好耐，係啊，健康均衡飲食一日三餐甚至四餐咧。呢一個先至係可以持久做到嘅嘢咯。你覺唔覺得好奇怪咧？平時咧，我做嘢咧，營養師咧，平時叫人哋喂啲肥膩嘢唔好食咁多，加工嘢唔好食咁多，跟住個個就唔聽嘅，叫佢唔好食咧都唔聽嘅。今次呢啲咧，叫佢餵你食多啲啦，食多幾餐啦，就都係唔聽咯，好奇怪喎！你明唔明？即係呢個斷食法咧，都唔係話個個人都適合啦，而且都要好小心啦。同埋咧，睇翻有好多研究咧，其實坊間咧即係有啲係支持唔同嘅斷食法嘅，就成日話有啲研究係話真係有效減重，可以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壓等等。但係其實細心啲睇咧，係有研究。但係好多嗰啲研究咧，一嚟好細型啦，二嚟咧其實係多數係一啲動物嘅身上做嘅研究。哦，係啊，即係嗰個實驗嗰個對象唔係人嚟嘅。係啊，所以其實而家暫時嚟講咧，都未有一啲好大型實質真係喺人類身上做嘅研究咯。咁所以就都唔係話咁推介住咯，同埋就算是基於嗰啲研究咧，有比較過斷食法同埋正常均衡飲食咁樣去每日減啲卡路里咁樣去減肥咧，其實最尾出嚟個效果係差唔多。哦，只係可能一個比較快見到成效，一個就可能慢少少先見到成效。都唔係添啦，即係總之同一個 period 出嚟最尾，其實最後尾都係結果一樣，都係差唔多。我唔知道，我就覺得好辛苦咯。如果斷食法，仲有一個問題，我想問嘅就係、其實斷食法咧，唔可以維持幾耐咧？因為我驚其實即係如果長期咁樣斷食，其實對身體都唔好噶嘛。係啊，冇一個 official 嘅答案，即係喺我唔好話其他人嘅先，即係喺我自己角度，即係一日我都嚴多啦，好嚴格啊！真係其實一日食足三餐，甚至乎四餐，係仲開心過。食得個四個鐘同八個鐘咯，係咪先？係啊，其實如果俾咗我會覺得好緊張，因為我得呢幾個鐘頭可以食嘢咯。同埋有啲朋友、啲客人都係咧，佢就會好似發咗癲咁啊！嗰八個鐘、嗰四個鐘係啦，
因為個心理好似我諗我都會咁，我應該就諗住喂嚟緊十幾廿個鐘冇得食，我會覺得好大壓力啊！十幾廿個鐘冇得食嘢咁。咁咧，今日咧 ，Anson 咧亦都同我哋分享咗好多有關於斷食嘅資訊啦。呢個時候咧，都想請 Anson 同我哋重温翻幾個重點啊。斷食法係時興嘅減肥方法，但係其實呢種方法冇特別嘅神奇功效，亦都唔保證必定會減肥成功。研究仲指出，斷食法同傳統健康均衡控制熱量嘅方法，減肥效果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啫。咁大家又何必咁辛苦去逼自己由幾多點食到幾多點，跟住又幾多點至到幾多點唔食得嘢呢？一般嚟講，體重要下降就要達到熱量赤字，即係話熱量嘅吸收少過熱量嘅消耗。大約每日減少500個卡路里，一星期就會輕一磅。其實只要飲食上做少少嘅轉變，譬如由咖喱牛腩飯轉食粟米肉粒飯，大概就會減少咗300個卡路里。再配合埋運動，其實真係唔難做到㗎。新陳代謝包括三部分，第一基礎代謝，即是平時的呼吸、血液循環、維持腦部活動等等，令我們生存所消耗的最低熱量。第二活動消耗的熱量。最後食物的熱效應，極端的節食容易導致到肌肉流失，繼而減慢了新陳代謝，所以極端的節食方法都是可免則免。Anson， 你有冇听过382啊？有啊，382。你连呢个世界最长断食纪录382日都听过，咁犀利？系啊，這个讲紧咧，有个苏格兰嘅男士咧，佢成382日啊都冇食过嘢，净系咧饮一啲咧冇卡路里嘅流质饮品咯。冇错啊，佢用咗一年几嘅时间啦，由456磅咧减到180磅，减咗276磅，差唔多三个我啊。哇！不过咧，其实佢全程咧都有医生跟进住嘅，所以一般嘅市民大众咧。真係唔好立亂學啊！冇錯啊，咁大家都收到啦。我哋今集嘅時間咧，亦都差唔多啦。下次再見，拜拜。